慎防慎水。它长出好多宝箱。慎风慎水。
好多宝箱。接下起，野火燎原，咻，吼，哈哈，呀，嘿，走，嘿，嘿，哈，确认安全距离，吸附力测试，嘿，嘿，呀。此乃天道，固若金汤，不虚此行。确认安全距离，六三零八是红单元，七武士，逃得掉吗？
什么好东西。拒收陛下。西弗里测试，6308是冯丹元。天理长青。西弗里测试，一剑止水。确认安全距离。嘿呀，福善惩恶，当仁不让。西弗里测试，才。6308是冯丹元。烟火燎原。嘿，嘿，嘿，天动万象。真希望实验材料也能成像出现呢。西弗里测试，确认安全距离。西弗里测试，羽线难化。无相之风，知师成景。
确认安全距离。此乃天道。强敌。寻找更多的宝藏吧。就是西弗里特式起，308是冯丹元西弗里测试六，不赖嘛，烈火燎原，西弗里测试长出好多宝箱，
好东西。神速，好，再去寻找更多的宝藏吧。相当不错，感觉不错。收必须确认安全距离，逃得掉吗？超扩散态，天动万象。宝箱的出现成因也值得研究。雨点打在水面上的声音会把鱼儿吓跑，相比之下，雨后是钓鱼的好时机。真让人摩拳擦掌。冰鬼神速，
冯丹元，确认安全距离。六三零。选错了，快埋进土里，等它长出好多宝箱。咻！嘿，你做了臭事。好多宝箱，再会了。我记仇。向之风，你造。吸附力测试，超扩散态，咻！
单方是谁？埋进土里，等它长出好多宝箱。埋进土里，等它长出好多宝箱。